在明年它开放这个寮泊这个城市呢，码头就要从这边上去。那目前还没有，就是新山区那个岛，你那个岛呢，它也租了。现在呢，里面的在做生意的人呢，都是那个中国大陆来的，那也是卖一些中国的货。那少少的一部分是卖那个辽国的啊，所以呢，这个辽国的这个岛的话哈，以前就是呢买卖多点都要上去的，所以呢，每个人都要有密码。你看这条河呢，是从中国让商家流下来，经过缅甸，经过辽国，经过泰国，再进到那个柬埔寨，然后最后是流到越南，总共长1900公里啊，1900公里，然后宽的话就看了哪一个国家有没有保护自己的土地。像这个辽国的话，你看走的现在是左手边的以前呢在这个已经淹水了，它的水土比较低，所以呢这个老板出租后呢，就当河边做得很好，水也不会站到上面的就这都是他自己来投资做的，所以他租了他的土地，有都是他的土地。尤其那个辽国岛的话，现在都是他在管理的现在以前呢都是一些老辽国人啊买卖的，所以呢都是当地的东西，现在也是80%都是中国货想买泰国的毛巾啊围巾啊很便宜，100块卖出100块泰铢。去辽国了，那里你们也可以去拍一张短景照一游三国刚才在金三角还没有拍短景照的，所以呢你到了辽国这里也去拍一张它的国旗那里，所以呢就说到说这次的那个来一游三国，这个船是什么呢？它运这些带这些人去赌场，来看到了左边前面这个是赌场来的，这个赌场呢比那个澳门的赌场都还漂亮，各位，里面比澳门都漂亮，没得去的，这个还不能上去的。这是赌博的人，你要去赌博就走那边，再进车上去那边他有车来接送。所以我们上去的。他现在他不让观光客去的，他总是专门做去赌博的你看远远的那个是 VIP 高档房的，里面都是那个人民币，在绿色的那个呢都是有泰铢跟那个人民币，它里面只管两种钱就泰铢跟人民币而已，老挝币、辽币、缅甸币都不收，因为不值钱这个出了这里后呢，也让他们的这个辽国的人民生活比较好要给他们有工作。那这怎么做呢？辽国人呢也是买那个也学问也没有的，都做一些苦工那个赌场里面的服务员都是中国大陆下来的你看他干酒店啊、饭店啊，然后所有的他们中国的旧都在这完全都在这。我们上去的那个是岛，就是这个湄公河分的两边叫湄公岛还是辽国岛以前叫辽国岛，就现在都是的牧民岛，因为它那个岛呢都是牧民住就叫了牧民岛你看这个河里面有这么肮脏吗它也叫湄公河也叫黄河，一年四季的水都是有黄的没有一季性的，所以呢我们3月份、4月份的话中国大陆不干水，这边就淹水了淹水呢就有影响到缅甸跟这个辽国，因为泰国国家有自己的自来水只能用这个湄公河呢拿来用而已，没有喝所以呢在当地淹水很浅的，现在最深的就是5米深的。来，我们今天晚上住在哪里想知道吗？前面右手边一楼一栋那边的，你看一人一栋啊，在台湾住不了的，谈下去可以靠星星。所以像你们这种喜欢喝酒了，晚上在补习，这个是我们泰国的补习家补习家各位泰国的补习家就靠这条湄公河上的淡水鱼捕到的，因为有分泰国、越南、辽国，那艘船是辽国的在辽国的。这个是赛牛赛马的，赛到那边。
道那边的河边做得好的，然后那个边是从泰国拉过去的，因为那边跟天鹅没有的啊。然后等一下准备各位再去这个小伙有什么看的，有什么买的，都是去买东西。你想买辽国的东西就是围巾很便宜，还有买一个衬衣，像洋人啊，买一个金三角的衬衣，再投一个明信片啊，写他的买那个明信片20铢，然后好像又加邮票了这样子啊，大概70块泰铢啊，所以呢你就投2个礼拜就寄到你的家里，还是寄给你的朋友投一次啊啊，怎么跑到泰国又跑到辽国，这是洋人好奇的。我们华人的话就是买东西。今天呢有没有喝酒？有。小凤请客，给你们喝老虎冰酒、人参酒，女生喝人参，男生喝老虎冰，喝蛇酒，这个就叫涮羊酒，它不算人参啊。这是辽国产的，各位，等一下去看一下，谁要喝就来了。不喝的话，我们约的时间。就是在这个喝酒的地方啊，喝酒的地方，因为它有没有什么，就是一些商店，现在大部分呢就是一些仿冒大陆的，那你要买当地辽国的，就是在喝酒的那个地方，我没有收成，你放心。我要先说，不然的话等一下的又说你有收多少啊。哎呀，气死了！我想象不到，我没有在台湾转这么多2年了，还有听到这句话。现在一直在大陆转，哎呦，你有没有啊？有我们才买，没有我们不买。我说没有，到了有的时候呢，这里的导游有的，一趴，赶快买哦，要买少多一点哦。他们就是买了啊，真的是。今天呢，2年后来听我们台湾转，导游你这里有受伤了是不是？气死了啊！真的，我请你们喝酒没有抽成，你们尽量去买这些爱买的、喜欢的、需要的就买啊！不要买什么其他的泰国的，去泰国买的比较珍贵。这里呢都是一些鳄鱼皮感冒的，鳄鱼皮怕不怕水？不怕。对啊，但是有一个客人兴奋地说。小姐，这个鳄鱼皮怕不怕水啊？那个小姐就打到了，当然怕水了。那个客人就嘣放下去就不买了。鳄鱼皮哪里怕水了？各位，鳄鱼就在水上泡着，它怎么怕水呢？啊，自己去看吧，啊。